中国功夫。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，它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，有美食文化、历史文化等等。其中最让人们喜欢的是武术文化，也就是中国功夫。功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，也是中国独自拥有的艺术文化。中国功夫有着很长的历史，而且深受外国朋友的喜爱，有很多外国的朋友专门来到中国，想学习中国功夫。中国功夫不仅是中国的文化，也成为了世界的文化。它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中国，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功夫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并且喜爱中国。